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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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4年2月11号啊，同大家啊就睇下呢个九龙湾发事件啊，有呢个九龙湾消防局就东方大旗手报道出嚟，咁冇嘅呢啲嘢，但系就令我諗返起一个人啊，嗰、那个系边个呢？救火队队长啊，黄岐山啊，佢有名叫救火队㗎嘛，咁啊救火不成功系嘛，一班班，即系甚至乎东方嘅笑看天下专栏啊。即系就同阿家超讲，你唔搞嗰个搞噶啦，自己病埋可能好啲咁样。天灭中共，全党史清光啊！嗱，今回我哋睇下，系啦，祝愿都系咁啦，嗬！天灭中共，全党史清光啊！过年贺一贺佢。话说九龙湾发生罕见嘅，的确罕见啦，你有冇听过先得嘅？塔消防降梯事故，你嗰条云梯咧个重量非常厉害噶嘛，好重噶嘛。咁你伸到咁长啦，根据物理学嘅角度嚟讲咧，系会制造咗一个非常之大嘅扭力，而你再睇翻 center of mass， 又叫 center of gravity 啦，就睇正中间。你越伸得长嘅时候，你嗰个重心啊，我哋叫就会越远离嗰架消防车。最危险嘅时候啊，就系、是、嗰个重心再偏离嘅时候，亦即系话嗰条云梯咧上边嗰一格栽咗人嘅时候啦，一嚟就伸到最尽啦吓，可能觉得识揸车就可以做消防。嗱，现场系林兴街三号邻近消防处嘅九龙湾工程部，咁啊更加责无旁贷啦，你諗下转个弯就到啦，你话兜嚟兜去转到佢晕，咁跟住稍一不慎就话啫。喺2月9号下午3时又係啦，夜晚你就话稍一不慎啫，朝早啦开人工㗎喎。云梯消防车啊就升起52米长嘅消防梯，突然间失去呢个平衡跌低，咁隔离大马路呢就有个拱桥㗎，即係嚟撑起啲路牌嗰度啦，一嘢掹落去。你啲消防车各样都要特别购买㗎。下手又唔知咩料啦吓，但系本身已经换咗款啊，所以设计有问题，不得而知。但系除咗人之外啊，消防嗰啲身高标准各样都可以放宽，咁消防车又何尝唔可以放宽个标准呢？内地一样咁救火嘅啫。咁如果你计翻价钱啊，十对一嘅时候咧，咁啊抵玩噶、哦，即系你呢啲叫罕见事件啊嘛，烂十架先等于人哋一架，系咪咁讲啊？但系维修费又贵啲啊，因为你可能嗰个维修嘅频率咧。比起人哋会频密好多，救生龙堕地之后就五马分尸不全啦。咁跟住就系交通警出场嘅时间，封锁事发位置，确保冇人受伤啊，亦冇车受伤。咁九龙湾呢啲本身都僻噶啦，再加埋呢单嘢啊，咁啊 block 咗条路出去啦，唔搭地铁唔得啦，系嘛？嗱，咁同大家睇下呢个启祥道呢度啦，启祥道往云冈道嘅方向，即系咁样转过去。佢啱啱落桥嗰啲啊，咁跟住呢度，诶，隔篱有宋皇台嗰啲啊，启德啊，哦，新嗰啲站嚟嘅，即系好僻嘅以前呢度。OK， 咁讲翻呢度先，咁跟住咧，佢哋落咗启祥道啊，近桥方向啦，去到云冈道嗰头，咁就大概喺呢啲地方啊，咁啊惯低啦。咁我哋可以嚟呢度睇下启祥道往云冈道方向。呢度啊，放大少少咁样嘅，咁呢度，咁然后呢我哋落嚟呢度睇，佢应该系九龙湾消防局嗰头，九龙湾消防局好近嘅，喺啊呢大咗緊。好啦，咁我哋嚟呢度睇咯，咁首先落桥之后启祥道啦，大家见到有三条线，喂，唔系喎，四条线喎，咁跟住呢度你自己啊咁啊。揀好都系直去㗎喇，呢度转咗嘅啫。我跟住行前少少嘅地方，呢、这个皇家唔好停啦。啊，皇家嚟到呢度差唔多位啦。啊，呢度咁啊 block 晒成条路，上桥嗰啲又上唔到啦呢度。啊，咁样样啦。咁佢可以去边呢？喺呢度即係 block 咗去牛头角、德福、观塘、彩虹、沙田，仲有西贡。啊！嗰啲地方全部 block 晒，打横行，咁你惊噶嘛？咁样过去用乜嘢惯低嘅时候，各样咧系咪？咁你啊呢度西边出去系彩虹交汇处、沙田西贡，直去就牛头角、德福、观塘，即系呢度嗰条桥咁样啦。
另一单交通消息，吐露港公路啊，两车啊咁啊首尾相撞，五人受伤，包括一个十蚊仔，唔系十蚊仔添啦 ，B B 嚟嘅。而对面线嗰度咧，亦都有三车连环相撞、哦，咁啊好奇怪，即系你呢条线咁样撞，咁系呢条线嘅问题啊，可能前面急停，但系对面线都有事、哦，系咪当中发生咗啲乜嘢事件呢？我哋一齐嚟跟进一下。二月十号，诶、哎，又系下昼三点噃，消防车嗰单就九号三。点啊吓！一架银色私家车沿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时候咧，去到小白路水上乐园对开，话因为抛锚啊，即系死火啦，系嘛，打死火灯，咁就喺一条灯柱阻紧咁啊停低。当其时咧，男司机系落车想去 check 下部车各样点啦，阵间再同大家睇啦，即系佢停车嘅位置系咪有少少不妥咧？啊，如果现场系非常高速嘅，你就算打死火灯各样都好，咁至少全车人你应该离开咗先嘅。咁当其时系等待拖车救门嘅，但系突然间啦，一架蓝色私家车驶到过嚟，司机怀疑冇察觉到路面情况，收制不及就撞向呢个银色私家车，向右翻侧。咁啊，唔知系咪因为向右翻侧，所以搞到对面线都有事啊吓。咁结果啦，俾人撞低嘅私家车咧，向前冲一段距离，右车尾严重凹陷，蓝色私家车个挡风玻璃爆裂，冇错啦。前车当其时系载住六个人嘅，而后车咧连埋个 B B 女啊，总共就五个人。据了解啦，其中一个人情况严重，咁你会系边个情况严重呢？嗱，你一系就前车坐喺右边最后尾枕嗰个，应该就唔会嘅，比较大机会可能系后车司机位左边啦。咁同时之间唔知点解，吐露港近中文大学有呢个电单车自炒，云汇对开咧又有三车相撞。两架车夹住架电单车，同埋早前两车首尾相撞嘅事发地点，半个钟之后再发生事故、哦。咁就系有途经嘅司机喺对面线嗰度咧，睇紧呢个车祸情况嘅时候，就发生意外，酿成三车串烧。去到下昼近四时嘅时候，又系同一条公路啊，又有一单两车相撞嘅意外。最后啦，吐露港公路南北行部分行车线要一度关闭，你两条线都塞晒啦嘛，北行线。一直塞到去沙田马场，你去中文大学方向嘛，南边线就伸到去呢个大埔北。你话一单就话啫，我哋成日都话啦，你领一单嘢咁啊系你唔好彩，但系接连多单嘅时候呢，就必定系个处理方法有问题，就无论系可能个司机嘅驾驶知识上啦，又或者系事后你点样处理呢啲交通意外嘅事情啊，那个程序上边啦。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吐露港发生事故嘅方向大概喺边，系啦，而且可以同大家跟进一下，虽然唔知系咪，原来都唔系嘅，冇关系嘅应该。咁但系咧就耳熟能详啦，喺龙尾村对面啫，大家仲记唔记得龙尾村？唔记得，阵间同大家讲翻啦吓。咁啊，话说嗱呢度啦，水上乐园啊嘛，大埔嘅小白路水上乐园隔篱啦呢度，咁啊即系高速公路啦，系啦，俾我讲中。咁喺呢条吐露港公路嗰度发生㗎，呢个位啦，应该过埋个海咁样。我諗应该係过埋个出水口嘅。咁跟住呢度嚟到呢度。咁跟住呢喺呢度咦，有得踩单车咁过瘾㗎。OK， 嗱咁佢哋行緊㗎喎。咁样行大概过埋嗰个桥位呢度啦。再前少少啦，呢度几条线行车嘅。咁佢呢喺条灯柱度停㗎嘛，应该呢头抛锚，我唔知佢喺中间定係点啦。咁如果佢抛锚，你要打左灯啦，慢慢靠返落去嗰个驳度，即係你抛锚都要喺你冇得就咁喺条路度抛锚㗎。你至少都应该去个 hard shoulder 嗰度啦，係咪咁可能喺呢条灯柱嗰度停啦。咁出现事故。对面行车线呢头嘅，咁又可能过完，我怀疑就系嗰个路牌上啊，因为你过咗路牌，见到有交通意外啦，八卦啊嘛，咁跟住望过嚟呢边，咁跟住咧就出事啦，嗰边啊，嗰边都出埋事，咁样咯，咁跟住咧呢、这个就系嗰个水上乐园隔篱呢条吐露港公路，咁你可以沿住呢条线，有北行线，有南行线。南行嘅时候佢又塞到
大埔嗰头啦，唔知啦。咁跟住北行嘅时候就塞到哇沙田马场喎，啊好塞，即係果头㗎啦。因为两条线塞晒嘛，咁你呢度冇得玩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呢，你见到呢个位啦，佢嘅右上角亦即係东北边方向啊，就係、是、呢个龙尾村嚟㗎呢度咁样啊，东北边呢度龙尾村睇唔睇到龙尾村啦。咁啊，船湾淡水湖啊，啊，认住呢条直不甩，咁大概啊，放大少少，缩细咗啊，我因为咁呢度咧出事，咁但系东北边龙尾村，龙尾村系乜嘢位咧？啊，慈生寺啊，你又记唔记得咧？阿、啊、醒哥啊嘛，咁以及东方大旗手啊，今日都有啲嘢醒啊，呢个醒哥噶、啊，唔知系咪即系有仇啊？Anyway， 龙尾村就係蔡天凤事件发生嘅嗰个位啊，啊咁跟住呢度呢有香港回归纪念塔㗎，即係水上乐园左上角少少啊，有呢个香港回归纪念塔㗎，係啊几唔老礼呢度回归纪念塔，好等我搵一搵先，搵到啦啊，就係、是、呢个位，咁啊东北边龙尾村啦，啊而家成个位出晒嚟啦，东北边龙尾村，咁有埋慈山寺嗰啲啊田心係啦，咁跟住船湾淡水湖啦，啊呢条咁样嘅几嘢，咁跟住发生意外地点吐露港公路呢头啦，啊係咪好近啊啲位，有慈山寺啊有龙尾村啊，係咪喺度风水斗局各样呢，即係因为冇理由有咁啱得咁巧㗎嘛，但系嗰头风水唔好啊，唔清楚啦。咁但系好山好水啊，呢头咁样啊，有啲水入过嚟各样，定系呢个回归纪念塔系一支啊顶心杉啊，啊咁啊插住香港嘅龙脉，莫非呢度？你谂下，回归纪念塔又摆喺度，阿醒哥嘅慈山寺又摆喺度，啊到底系咪一个啊风水局各样？咁啊？不得而知啦，冇咁巧㗎嘛啲嘢，我自己觉得啊咁样。所以唉，东方大旗手呢度啊好搞笑，即係佢可能係警告啊醒哥啦，你要小心啊咁样。嗱呢度啊名字啊带住你同埋成嘅冇个家字啦、啊、就而涉太岁免相冲。係啊真係东方写㗎、啊。2024年甲辰龙年太岁星君係生于元代嘅汉人李成大将军喎、啊。OK， 名字呢就係、是、李成啊，又叫黑成嘅。咁係汉族民间信仰同埋道教信奉嘅催利避害嘅本命神咁话，太岁星君李成呢深受百姓敬重喎、哦。阿醒哥系咪啊？深受百姓敬重啊，有做下善事啊。横太之瓜，何亨在泽？好多人听咗醒哥讲咋啊？讲乜嘢啊？此心安，此善香啊！有能力嘅啊，唔好，唔系道赞，唔好意思，佢冇讲过呢句说话。此心安，处善香啫啊！嗰句我讲嘅，有能力嘅早日移民，冇能力嘅积聚实力然后移民。我哋要先于中祖康先生、倪康老前辈讲嘅说话啊，就唔系来生不做中国人，亦唔系今生不做中国人，系现在不做中国人。点解啊？大家都知道洋人丝忽系特别香噶嘛，你唔见咩？美斯啊、Tesla 嗰啲，无论点得罪佢，都系罚钱了事啊！如果你系普通嘅华人、中国人啊，混少少嗰啲血统啫，都拉你坐十碌八碌啊，啱唔啱咁讲啊？所以话啊，人分十等啊，九如十丐啊嘛，以前。呢、这个元朝时候，即系书生咧，比乞丐高一等嘅啫。咁香港人好多都读书人嚟噶嘛，咁啊九如佢贬到佢咁低啊吓，咁但系佢又唔知道自己嗰啲咧系黑衣工嚟噶嘛，就再比读书人低一等嘅啊，咁但系就变咗乌烟瘴气啦。第一等啊，蒙古人咁冇啦，蒙古式微咗啦，今时今日俾佢欺压添啦，系咪喺内蒙嗰批？咁佢总会涉翻啲嘢入去嗰几层嘅啊，总之就人分十等啦。如果啊你有唔系我讲噶，佢自己都咁对待自己嗰啲人，系咪？河北嗰度咁啫嘛，啊，嗰条东路上边啊，漫天大雪咁啊，冻僵啲友仔咁啊，玩长津湖嘅啫，所以咧，你又唔系去送赠啲暖水啊，或者系去卖啲唔知咩嘢俾佢哋啊？最好嘅可能拖住个电视机喺度播长津湖俾佢哋睇啦，直到最后嘅一刻啊，断气之前先讲话乜嘢？来生不做中国人有 Q 用咩？现在起行系嘛？
千祈唔好有中华民族嘅血统，就唔单止外国人啊，即系咩东亚病夫各样，唔系喎，佢连自己人都睇唔起自己人噶，好得意噶，即系唔关我哋事啊，佢自己咁样做啱唔啱咁讲啊？嗱，我哋又嚟睇下东方大旗手，所以有嗰句叫咩啊？你系咪中国人？话你千祈唔好认啊，鬼问脚啊，系咪？即系等于咧，你行行下啊，突然间有人同你讲啊，叫你个名字，唔好拧转头啊！嗱，话说啦，有你啊，同埋有成字嘅市民啊，都同呢个太岁相冲。你想讲李嘉诚咪李嘉诚啦，犯不着啊，得罪晒所有姓李嘅人啊？咦，李家超算唔算啊？同埋啊，有个成字嘅人唔使咁样啊嘛。Anyway， 今年生肖龙牛兔狗犯太岁啊，名字入边有你同埋成嘅都犯太岁。如果冇宗教意见者戴头盔，就可以考虑涉太岁啦。咁唔涉太岁，即系有宗教意见嗰啲咁点啊？即系有另一个神明照住，咁啊唔惊系嘛？哇，神仙都玩山头主义。同埋后边嗰句我唔明嘅，以太岁李成大将军作为榜样，你系讲标童系嘛？点样作为榜样啊？关乜差事啊？佢摆明讽刺李家超嘅啫，好似嗱呢度咁讲噶。李成咧系个清廉嘅好官啊，一生咧就孝顺父母啊，唔会衰十一嗰啲啦，嗬，做官处事宽容。而能够明察秋毫，哎呀糊涂啊，深受百姓嘅敬重，即系唔会秒你啊落街。曾经任呢个右献司，后嚟升任三元县嘅知县，佢具有清除社会嘅邪恶同埋偷盗能力，又能够约束属下嘅官吏同埋将士。哇，呢、这个仲唔系李家超嘅反面教材？所以好明显，东方大旗手呢啊，呢啲就叫高级黑啊，大家唔识啊，就借用呢啲咁样嘅事例。系啊，太岁啊，黄大仙啊，插到佢一动都冇，天灭咗共产党史清光啊！你谂下，你调翻转嚟就得噶啦喎。李家超啊，系个贪污腐败嘅贱官吓、啊，一生咧就同父母无缘噶，不孝啊条友仔。你谂下，佢嗰啲咩令尊令寿堂啊，俾人问候过几多次，你咁样仲唔系不孝？做官方便啊，处事小气啦，系咪？又糊涂喎、啊，俾人做咗水鱼，动起本书喺度查系嘛？深受百姓嘅唾弃就有啊，亦不具备清除社会邪恶同埋偷盗能力啊，变咗国际大都会刀剑个刀啊，又未能够约束属下嘅官吏同埋将士杨润雄嗰啲啊，而且啦啊，佢讲到呢度，当地盗贼听到李成嘅名字不敢进犯，咁亦即系话嗰啲洋人啦、啊，系咪？诶、哎，嗰、那个咯，外国驻港领事啊嘛，嗰、那个美国嗰条友啊嘛，系咪？走过去打卡影相，嗱、啊，我哋呢啲咧示威冇问题噶，随便有自由民主噶嘛。即系咩啊？你李家超垃圾啦！你唔俾人示威游行，各样冇自由民主，天灭咗共产党史清光啊！嗱，你唔好系华人啦、啊，因为洋人司法先特别香噶，你做咗华人就拉你十碌八碌，洋人冇问题噶。佢就算咧将李家超个头卡啊咁啊 key 落日本嗰啲小电影度都冇所谓噶，因为系洋人，记住。咁所以东方啊，即系叫佢收档嘅啫啊，以及井眼红啦、啊，一众啦、啊，做唔到嘢啊嘛呢度。李成任官之际啦，河南有盗贼图谋不轨，朝廷派遣军队清剿，需要摊派粮食、赋役等等嘅。而李成咧系冇胡乱分派物资噶，系按照百姓家庭嘅贫富嚟摊分。嗱，你话种种嘅嘢，唔系讲李家超井眼红啊，我啊唔信啦，边有咁巧先得嘅？甚至乎有冇李成呢号人物噶？应该有嘅，佢讲得有典故嘅。你高级黑最重要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差人见到你都坐你唔入，因为你系接凳嚟噶嘛，上边嗰层系要硬嘅，要有evidence 嗱，我唔系讲你噶，你自己心虚噶咋？啊，条友中意俾人打咁得意都有嘅，有啲咁嘅嗜好嘅，弹出弹入你咬啊笨咁样。成个东方啊，都可以话系天地会总舵主啊！嗱、啊，呢度佢嘅笑看天下专栏啦，天水围就话悲情城市啫，系咪？笑看天下专栏系咁讲噶，来年啊就祝愿香港呢唔好沦为悲情城市啊！由自及兴变咗悲情城市啊，由自及红兴啊，漏咗个字系咪啊？黑社会自讲啊，由自及红兴，唉、哎，红兴十三妹。嗱、啊，呢度斗转星移，时序在变啊，天道变，人嘅命运何能不变？先生教作文啊，讲啲咁玄虚嘅嘢，前辈就话
啦，百几年嚟中国人特权阶级除外喎，啊几得意，其遭遇啊都可以话制如租制喎，写点样啊？发租地、应租地嗰啲啊，咩租制啫？租容调制嗱，乜都好，即系华人嘅制遇可谓苦尔旧金山嗰啲系嘛？不过就好在点样啊？无论几苦都好，过年时候，可能过年时候系最开心噶，总之都要撑起个屎人样，开心过年啊嘛，系嘛？所以年年过年，年关难过啊，年年过，年年有个新希望啊，难过都要过，所以点样啊？恭喜发财，恭喜恭喜！就因为人之所欲，聊以智慧啊，先至顶住苦难嘅一年咁话啊，讲古老系咁嘅，因为笑看天下专难咧，老老嚟噶嗰位系芸芸众生，任你系达官贵人、平民百姓，都要过年噶，亦都一定要过年，唔好讲嗰个字啊吓。总之殊途同归啊，天下间最公平嘅地方就系啦啊，都要受到呢个生老病等等啊嘅循环啊。老老阴公猪原来好早年嘅时候，唔知系咪因为即系由上海啊嗰啲走烂落嚟噶嘛？有啲总之妈妈一早唔喺度啦，父亲咧系去菲律宾嗰度谋生噶，哇好神奇喎、啊、呢位老老，至少孤寂啊，特别怕过年咁话噶。而家年纪大嘅时候咧，新老就怯增年，即系怕每一年啊多啲嘅时候健康又麻麻地咁样啦。所以对于过年嚟讲系百般郁结嘅，只不过新年都有新希望，所以祝愿各位读者啦，恭喜发财，今年一定要比去年好啊！我唔知道有冇人 cap 错家超讲嘅嘢啊？佢答个小妹妹嘅时候咧，小妹妹问啊，我点样可以做到好似你咁样嘅偶像啊？咁样佢话每日啊，今日要过得比听日好，咁啊大大镬啊！今日过得比琴日好系嘛？过得比听日好，你仲唔大镬啊 ？Anyway， 高官许愿树就抛呢个宝碟、啊，鼓励为未来去打拼。话依家咧社会变得更团结，团结一心嗰只马点样啊？大家一齐拼经济、拼发展咁话啊，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做水鱼啫啩啊！搞一班班啊，跟住请咗美斯嚟，钱就使咗啦，一套戏。我咪话啦，你呢个政府系咪就系你啊？崇洋媚外啊，佢自己都睇唔起自己人啦、啊。贵佬屎忽就特别香噶。Anyway， 大家生活希望过得更好，打工量就出多啲。早讲公务员加人工嗰度原本七点几，你压到两点几。我一早讲咗系林郑嘅毒计嚟噶啦嘛，你唔信？你睇下而家边个同你做嘢啊？一早讲咗你噶啦，你要补救嘅公务员每个人就加翻 30% 人工啦，可能有得掹。否则嘅时候，阿彭督留俾你嘅呢队团队啦，纷纷离色，冇乜好日子过嘅啫佢。咁另外啦，全港啊连续五年出现财赤，股市楼市不振，乜唔系由自及兴咩？我咪成日话啦，你井眼红都唔做嘢噶，恶意流标，恶意唔保地价，恶意畅谈，恶意放假，恶意执笠，恶意贱租，俾人贱卖两送饭都得噶，恶意施永清卖盘撤资，恶意肥中叫人保本保命啊！呢啲全部都系空笑，不过佢唔做嘢由佢啦。仲有大仙警示啊，哇！呢回警示真系，琴日同大家讲咗啦，大镬啊，苏武牧羊啊，咁似乎龙年迎难复苏咁话。金管局啊，咁啊，佢自己报出嚟噶，好心你揞住唔好报啦。上季负资产超过 2.5 万宗，恶意汇报啊呢啲，创2004年第三季之后咧近20年嘅新高，估计啊仲会有专家估计啊吓、啊，会破3万宗。边个专家啊？又系要捉出嚟噶，中产阶级啦，身家大缩水，恭喜发财，难满百般滋味在心头，经济未如预期，中产阶级啊不是滋味咁话、啊，大部分基层又点会唔生活得更闭翳咧？所以啦，老老虽然年纪稍大，对新年啊越嚟越唔敢抱有奢望啊，咁所以要点啊？咩系奢望啊？例如你话啦，政府搞多啲盛事啊，提振经济各样啊，啊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点样关照多啲基层啊？就唔好话库房水紧啊，就要剥削老人家福利两蚊搭车各样嗰啲啊，唔敢有咩奢望啦、啊。佢诚心点样啊？祝愿香港唔好沦为悲情城市就得啦啊！即系你唔好搞到贱过弟弟嚟。咁但系呢度佢又补充啦，而家港人嘅自我了断率啊，咁啊大增又创新高啦。长者学生啊，自我了断率又时有所闻，所以今年呢呢、这个老老啊，即系施友朋啊吓，东方专栏就去抛宝碟，不求世界和平啊，诚心许愿香港唔好沦为悲情城市就得啦。悲情城市系讲紧2008年时候咧，你天水围城啊嘛，片都有得你拍啦。当其时就讲紧嗰度啲人啊，好难谋生啊，因为交通不便啊嘛 ，not accessible， 你好难咁样出到城。如果有睇黄子华嘅一蚊鸡保镖，
你又知我讲乜啦。咁但系佢衰啫，佢系对搭 van 仔啊各样嗰啲咧有嗰个叫做恐惧感，因为以前咧即系 van 仔跌过落水，各样救翻出嚟，以后就唔敢坐 van 仔啊。交通工具嗰啲出市区嗰阵时好似未有地铁添，系嘛？咁结果唔敢出社区嘅佢啊，就只能够困喺呢个屯天园啦。屯天园嘅朋友唔好意思啊，讲紧嗰阵咋，而家应该唔系啦，周围去都得噶嘛。咁啊，搞好多嘅，你冇其他嘢做噶啦嘛，不务正业之下就搞嗰个叫做传销啊。呢、这个就系一蚊鸡保镖啊，即系佢喺度谂紧，全香港七百几万人，只要每人俾一蚊佢啫，佢又有七百几万咁啊发达啦。08年嘅七百几万啊吓，就系、是、有呢个护送嘅服务啊。啊，你只要俾一蚊佢，佢啊护送到你翻屋企，咁一定要近啦。如果远嘅话，一蚊边够啊？系咪？鉴平鉴贱啊，请美斯都唔得啦。啊，结果俾人刮到晒啦，哇！你条友食夹棍，仲要食完夹棍啦，扮自己咧输好多钱，咁啊谂住过骨。而香港政府，唉，你真系熟读嗰本无字天书啊，绝世武功啊，俾人揾笨啊，都仲要笑口噬噬嘅，边有人咁蠢噶？好蠢噶，真系。就由美斯之乱，东方大旗手就推断到啦。唉，你今年都系问过水呢度，美斯之乱终回水，新年胜局就开局难啊。咁其实 Tech Asia 都回咗水啦。啊，你应该乐观处事咁睇啊。啊，都系好嘅解决方法，只不过 50% 就唔系好够嘅。老实讲，你俾人老点咗啦。嗱 ，anyway， 美斯之乱扰攘多日咁话，内地官媒都开腔批评，系乜有 CIA 背景，原来可以罚钱了事咁啊得噶啦。钱银有价吓，你唔好学啊吓，即系我系 CIA， 跟住走去保释，佢唔错多你几碌啊。尤其你系华人面孔啊嘛，我都讲过人分十等噶嘛。你作为中国人血统啊嘅话啊吓，嗱佢睇你就唔系我讲乜噶，事实证明啊条命系特别贱噶，所以来生、今生、下世啊乜都好，千祈唔好做中国人啦。嗱、啊，东方大旗手讲到，主办方 Tesla Asia 最终跪低，就会向由官方渠道购票嘅观众啊提供 50% 退款。我想讲有啲呢人哋送飞俾佢跟住去转卖㗎。咁卖咗嘅时候呢啲唔系乜嘢啦吓，食两重。唔系讲黄牛啊，系讲佢灿盛事嘅时候呢啊有啲唔知咩机关汤敏亮都爆响口啦，就派飞俾你㗎嘛。咁即系点先港府对此表示欢迎，唔关我事就得啦吓。但系仍然要求呢个迈阿密球队解释点解美斯啊喺香港、日本啊表现大不相同。屌你对洋人私忽同对普通嘅香港人啊，仲有中国人都分几重待遇啦，人哋同样咁样做咋嘛。啊，不过啦，诚然事件系令港人感到不受尊重，唔系啊 ，OK 喎，你唔好代表港人喎，同埋满腹嘅问号，唔系，我嗰个系感叹号嚟嘅，我冇问号，我希望系一个逗号啦吓，邝俊宇嗰啲啊，逗号句号。但系而家啦，最重要处理好退款嘅安排，特别就系大量球迷旅客啦，系经非官方渠道买飞噶嘛，你官方就算啦，点样弥补？哦，去抽称你呢样嘢啊，东方，但系啱嘅噃，你有乜理由先得噶？咁即系点啊？即系回水 50% 唔够就系咁解咯。同埋，哦，原来官方渠道购买先有嘅，咁佢自己计咗个率啊，有啲咧佢系属于 sponsorship 诈加衣走数，系冇谂过呢点，东方提醒咗我。嗱，主办方表示退款就会下月中作出通知啊。美苏二人唔上阵，主办方形容咧系俾人冚咗一巴，我觉得美斯俾人冚咗一巴就真啊！巡回演出各样嘅时候，特登走过嚟香港，哇！俾人喷到一面屁啊，仲要名誉污损。不过唔紧要啦，佢都系丧失中国同埋香港个市场啫，最多啊吓，啲环球都有业务嘅。嗱、啊，总之 Tesla Asia 东方话佢咧摆出受害者嘅姿态，令人惊讶就系啦，收入你亿几噶嘛，亿五啊嘛，宣传费各样支出竟然系1.44亿元，本来收1300万啊，变相蚀钱4300万。咁即係点呀？佢有另一重嘅意味喎、哦、东方就话唔系佢掠水，而系球队食水甚深，香港系水鱼之都啊，会唔会呢啊，会唔会系迈阿密收咗好多好多，嘩，即系佢将个波抛俾迈阿密嘅咗啊，系咪咁但系唔出奇㗎喎，即系你沙地出手都阔绰啦，阿美斯各样嗰啲，即系好似你请周润发啊，请梁朝伟啊，请周星驰啊，咁、啊、去演套片，你俾100万-200万佢，你话佢制唔制啊片酬，讲完㗎啦。是吗？哦，人哋收得多就话人哋食水深，咁你唔好玩呢个游戏咯。你又要又缤纷啊，跟住缤纷嘅时候唔俾钱，你啲咩缤纷嚟噶？你放烟花都惊嗰啲流料炸爆手啊！嗱、啊，国际迈阿密有冇关低咧？有噶，致歉咯。啊，强调啦，球员伤患。
饭系球赛一部分，唔使回水啊，致歉就得啊。唉，回水啊，除裤除裤真系啊，叫佢除裤表演啊嘛，美斯嗰啲着住条长裤要落场。东方咁讲啦，好大嘅官威啊，包大人啊，唔系，系呢个球员有伤在身啊，定系有心玩嘢啊？啊，港人充满疑问咁话喎，啊，叶柳淑仪嗰啲啊，香港人痛恨美斯，我唔知佢啊，最多都系嗰40,000件咋，入场嗰40,000个，咁关差事啊，我唔觉得特别开心啊，亦唔觉得特别伤心，亦都唔会幸灾乐祸嘅。美斯唔落场咪唔落场咯，我都唔睇波嘅，我讨厌政治啊嘛，呢啲唔关我事嘅。只不过就由呢件事件见到，哇，乜原来咁噶？你真系龟佬屎忽特别香噶、哦。Anyway， 唔系咩？你请戴俊伟嚟表演唔得嘅咩？啊，人哋梅过窿窿过梅，俾人哋有个表演机会都好啊。即系点啊？龟佬屎忽就几廿亿，啊，戴俊伟嗰啲就求其啊吓，执张20蚊纸俾佢叫佢过主，有冇搞错啊？咁都得嘅系嘛？表演球技噶嘛，要人哋。好啦，总之孰真孰假，外界无从得知，点会无从得知啊？人哋有军医，你真系唔信人哋嗰个嘅啫，嗰啲唔系叫军医啊，唔好意思。总之有医生证明噶，你即系话人哋开假医生纸啫，点样啊？免针纸嗰啲啊？好啦，同埋主办方答应回水一半啫，但系好多人系点噶？挨炒飞咁啊，有黄牛啊。咁既然系咁啦，你 Tesla Asia 赔埋人哋嗰啲咯，啲旅费啊、酒店费啊、各样啊咁样，即系因为呢件事所有，你既然都已经承认咗责任啦，啊，做人啊做到底，送佛就服送到西啊嘛，系咪咁讲啊？人哋唔系净系张飞噶噃，吓、啊、回水一半绝对不能接受。嗱、啊，东方呢度讲到啦，旅客早已嚟讲，啊，有啲又冇保留飞尾，就唔系好多嘅观众都可以获得退款，啱喎，佢仲乜拨走晒啫？啊，话自己会损失各样啫，你有几多人退到款啊？老老实实、啊，好啦，最终系益咗黄牛。诶、哎，呢度都有得锄佢啊 ？OK， 香港政府至今啊，对于点样打击黄牛一筹莫展。今次如果安排再有闪失啦，对城市之都又系一次打击噶。尤其有对比啊嘛，另一球王斯朗各样啊，可以全数退款。佢就咁讲啦，有比较就有伤害。香港安排显然不及深圳迅速妥当，这个啱噶。你谂下，内地已经系禁止呢个恶意沽空、恶意流标、恶意免补地价、恶意唔交房、恶意畅谈、恶意中远城市指数下跌各样嗰啲噶，人哋做齐啦，但系香港就系一个短板，而井雁雄从来都冇处理过呢啲咁样嘅事情，即系揽住栋提山嘅楼，咁啊恭喜发财系嘛，佢都算衰格、哦，都唔紧要啦。诶，我哋成日都话昏君咧就一定要配蚕神嘅，就唔知佢有乜嘢符合可以冧得掂呢个近平啦，可能一齐担屎啦嗰阵时系嘛，百里路不换肩啊嘛，嗰阵时肚饿、哦、上山啊，担住啲夜香，咁啊冇嘢食，全靠即系嗰度有啲燃料俾佢哋嘅咋。好啦，无毒有偶，无毒不丈夫。英国老牌摇滚歌手啦，呢、这个 Stewart 亦都取消演唱会。同时啦，呢件事件啊，俾人有心人唔系我啊嘛，我冇上纲上线、啊，拉扯到政治问题咁啊，唔系点会咧？咁啱啫，人哋连麦啊，即系唔嚟香港演唱啫嘛。阿 Taylor Swift 又系啦吓，有一众嘅都唔嚟，诶、哎，但系佢都仲有个好朋友噶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反人类嘅桌球手，嗰、那个叫奥苏利云啊，佢打包单，写包单唔系打包单，打包系执包袱走人，佢写包单啊，一定会嚟噶呢个反人类桌球手啊。好啦，尤其内地官媒啊，都已经表明自己唔排除有政治动机各样嗰啲，而家搞盛事咧变得高度政治化咁话啊。咁东方呢度系盛赞呢个官媒噶，点解咧？如果唔系官媒开口嘅时候，今次主办方又点会肯退款先得噶？香港啦，就好似一个佢系咁讲噶，家超嗰啲长不大嘅孩子，精灵球啊，令人遗憾啊！点样可以尽快告一段落各样呢？如果唔系，你点吹嘘系盛世之都，最后都系毫无意义啦，即系喺度得个搞字嗰啲啊，办公室系咪办公喺度扮做嘢啊？咁啊唔清楚啦吓，井雁雄同李家超心里边打乜嘢算盘？但系睇得出就系啦，俾咗佢哋打息成一两年，啲恶意沽空、恶意流标，全部冇处理过啊！将来你就算换人啊，可能都系换个更加弱嘅啫。唉、啊，咁香港系一落千丈，冇得搞噶啦。即都系嗰句啦，新年伊始，祝大家有能力早日移民，冇能力嘅能够积聚到实力啊，然后移民就系、是、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